我手里今天拿的这本书呢，这是叫《圣道指规，这是我的金刚上师满意上师的著作。那这他这个著作在我们呃吉隆坡呢、新加坡有现在比较就是来说是五套书，五套书，一个是《圣道指规，一个是《了道》，一个是《自在之道》，一个是《死生啊、呃、自在》，还有一个佛教、啊《佛教答疑》啊，《佛教答疑录》，这个很宝贵。 我们这个经常喜欢去找藏地的活佛或者喇嘛求学，但是基本上都要靠翻译，靠翻译。呃，就是说这个上师说的基本上是藏语，啊，或者是这个尼泊尔语，啊，那你要通过翻译，你才能够听懂他在讲什么。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翻译。 他没正亮的时候，祖师是个师傅说的东西，他翻译出来未必是师傅本身的意思。比方说，我这个在新加坡就有翻译，啊，我苦笑不得，啊，我只是装聋作哑而已。这个我在讲中文，在给大家讲，他用英语翻译。后来有一些英国人说听不懂他翻译的是什么意思，翻译听不懂，那也总比没有好。但是。 真的不能够真正的知道师傅讲什么，因为经过翻译一翻译，就变成翻译理解的师傅的话，再翻译出来，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就完全扭曲了。那师傅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翻译成那个意思了。所以大家呢，能不能有个上师，我直接通过我懂的语言来学习？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书生的满意上师，他是一个汉人。 他融通了整个藏传佛法的精髓。那么他这些书呢，都是自己在讲课讲出来的，不是照稿子念的，啊，就是经过我们师兄把它整理，最后出版出来的，啊，那就是由心说法，由心说法，很宝贵，啊，这是万金难买的资料。说是你们新加这个新加坡人他看不懂中文，我都也鼓励他们买。 呃，买了干什么？枕在枕头底下睡觉，<laughs> 啊，就是人看不懂灵看，但是你们吉隆坡人就不要这么坏蛋，你们就是要真看，<laughs> 因为你们中文好，说能看懂就要真看，真正的后天的食神要懂这些法学法条，要懂整个佛法的这个框架，啊、哦，所以说我这个有一个中国来的工作人员。 他说我也买了一本我说你买了看了没有？我拿来正正着睡觉。我说你欠揍，啊，你中国人你拿过来买了看着睡躺着睡觉，你不是欠揍？所以说大家马来西亚的你们的中文好要好好学习，啊、嗯，好好学习，理通法随。所以这个密法呢，它这个修正圣意力是依靠信心而证悟的，在金刚秤上师最为重要。 所以各序部中都说，修上师瑜伽比观修一切生缘次第更为殊胜。生升,升起次第就是观本尊，你这个选呃度母啊，选这个金刚萨陀为本尊而修本尊。那这里说什么？就是你这个修上师瑜伽，比修任何的本尊都殊胜，比修任何的气脉明点都殊胜。 所以是这个呢，这个叫劫说啊，这个劫给语说：何人居起劫，修十万本尊，不如一刹那意念上师胜。就是你修了十万个本尊法，你还不如意念上师那么一会儿的力量大啊！所以大家要重视。今天为什么传你们上师瑜伽？那这是你们快速的转变当下。 转变你们现在的这个生理状态、心理状态的很殊胜的法门，很殊胜的技术方法，啊。上述瑜伽虽属于家行，但也包含了生愿次第的修法，也是大圆满次第取证的第一方便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它是家行也不对，有的说它是正行，还有的说是无上瑜伽部分。 它可以令我们从一个凡夫直达佛陀。其实密乘就是修瑜伽，因此密乘又叫瑜伽乘，而瑜伽就属上师瑜伽最为重要，也是修大圆满证悟空性、证悟圆满的窍诀。修大圆满作为基础修法的上师瑜伽修好之后，就可以修大圆满，直接进入大圆满心水。 啊！你不经过生源二次的修上师瑜伽修好了，就可以直直直接进入心水部的，心水部的就是什么彻缺脱嘎啊，这个窍诀部啊，就是无上究竟成就的这个窍诀。所以，上师瑜伽法是大圆满前行中最核心的修法，而且修大圆满心水就是一指一位传承清净且以正悟的上师。 无垢光尊者曾在虚幻修习中说：“依靠观修生源、次第等各个道之本体不能解脱，因为他们还需要依靠行为及增相。唯以此上师瑜伽自道之本体，才能使自相续中升起实相的正母，即可得解脱。所以说，一切圣道中。” 上师瑜伽最为甚深，啊，很多大圆满祖师祖师都曾说过，证悟空性没有上师加持不行，有上师加持就能成就，这是很多大成就者的经验。你念多少遍咒语，不如跟上师真正的相应一次，不如修上师瑜伽，这是真实有效的窍诀。 要对上师居足清净的信心，视上师如佛，上师是融一切佛的法性为一体者。观想供养上师功德等，呃，观想供养上师功德等于供养一切佛。信心越强，和上师就越相应，获得的加持力越大，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，自然消灾增福，获得正果。 另外，从缘分上来说，能遇到你的根本上师，定是多劫修来的特殊缘分。俗话说：“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”世间夫妻的缘分尚且如此，没有多劫的修行，更是无法遇到你的上师。能遇到，而且你一看到他就感觉特别的舒服、亲切。 就很有信心跟他学法，才会拜他为师。这就是特殊特别有缘分，幸运弟子一定要珍惜这殊胜的缘分和上师相应。再从恩德上讲，上师教养的恩情胜过其他一切佛菩萨，所以供养一位上师的功德，甚至胜过供养一切佛菩萨的功德。如《真智慧序中说。 导师身上一汗毛，擦上一滴植物油，所起福德远胜过数结供养众佛陀。宗喀巴大师也说，对那些正确开示究竟之道的善施的一个毛孔的供养功德，远胜过供养一切佛的说法，出于无上乘。那么其原因是教养功德远远胜过诸佛。 因为佛已经灭度了，是上师教导你修行佛法，可见上师引导你解脱是最大的恩德。想起他对你的恩德，才更容易跟上师相应。不管你现在修的是什么大法，如果没有与上师相应，请你回过头来再把这个法修一修。这个基础法修好了，取证很容易，证悟空性也变得很简单了。 上师瑜伽为一切法门的核心，我们应坚定相信并终其一生的修持。若能一心修持祈祷，那么在佛菩萨、历代上师与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的阻隔，政悟的经验自然会升起。这本书呢，是我的上师满意上师的这个给这个皈依。 大圆满的弟子都有的，你们中间已经有皈依大圆满的，啊，那么你没做这个这个，呃，大大圆满皈依的啊，那你就等机会。我们今年七月在吉隆坡已经骑行上市，再次莅临吉隆坡给大家这个进行大圆满观点啊。 啊，这个提前给你们知道一下，具体的日期到时再通知，在七月阳历的公元七月。那么这个这次呢，这个向上师祈请了呃几部法，其中一部是上师主动的，这个要教给大家的。这个这部法很重要，这是在彻缺托嘎，就是大圆满心水中的一部法，它是属于托嘎，托嘎是修光的，修光的。 啊，是他主动提出来。他说：“这个南洋的这个学子们的基础很好，我们就教点儿快的东西。”我说：“你这次教啥、啊，师傅？”他说：“教拖嘎。”我吓一跳，嗯，我说：“拖嘎，<laughs> 那就到了最上的层次。”他说：“对，拖嘎观光,光。大家不是有的身体不好吗？这个有的这个财富也不怎么好，那就要学这个放光的方法啊，观光,光放光的方法。” 哎，给点掌声！这个太书生了。每次来大原来这个上师来南阳，这个国内弟子都很嫉妒啊。国内我们的师兄弟都很嫉妒，因为他们有的跟了师傅二十年都没听的法，结果到南阳哗哗就讲了。<laughs> 所以说，他们很多人听说上师要在这边传法，都挤唠唠的就要探听时间，要往这边来红来听法。 啊，我们都是限制人数，因为来太多了，我们就这个招待不了啊，这场地也不够用啊。所以是我们今年特别又增加了，在香港再增加一场弘法，那么给内地学生、内地的师兄一个机会去解法啊。另外一个法呢，是我向上师提请的。我说我们南阳啊，这个七老八十的老人家也很多了啊。我说你教点往生的法。 啊，那么因为上师曾经透露，我们这个往生都在陀天弥勒内院的法呢，十分好修，啊，好修到什么程度？叫愿往生，就是你在接法的时候，你愿往生弥勒净土都在陀天，这个愿你定下来，然后这一辈子你再不退愿，不要说中间说我不去了，<laughs> 不去了就取消合约了，就没人管你了。 你这不取消这个合约，只要是你接法的时候，我愿往生，到最后死的时候，这个愿你没退过，注定往生。这就是弥勒法的这个厉害，就是不用念照去，让 <laughs> 大家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死的时候要赶紧赶紧什么助念团呐，还有什么你自己要念佛，在中阴身你还要念佛求往生。 但是这个弥勒法就是这样，书生，你活着，你这个修这个弥勒归境，然后愿往生，到死的时候神识自动被接走，并且这个你有的人说，老师，那我还是又想去极这个弥勒净土，又想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太好办了。为什么？八大菩萨来接人去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其中有个菩萨就叫弥勒菩萨。 你这一一次这个离开身体两地旅游挺好的，啊，先去弥勒净土逛逛，然后最后说弥勒菩萨，我要还是要去极乐世界，他送你去极乐世界，注定往生，这叫二七跳，就是我去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把握，我先跳到弥勒净土有把握，弥勒净土不堕落，不在这个六道轮回了。 嗯，在这个兜率陀天内院儿，离我们这个，因为阿弥陀佛世界在色究竟天，在色究竟天那个高啊！色究竟天欲界是六重天，色界十八重天，色究竟天在十八重天的顶上。那个你没有四禅八定的高功夫，你真去不了啊。那么虽然是有这个接引的方法，但是有的时候电话短路也会出问题，也接不走你。 啊，这个突然停电了，突停电了，Internet 不好使了，这网络断线儿了，这个也不好使。啊、哎，就是啊、哎，但是这个弥勒净土法好，就是哎，这个不断线儿，用牛马车也把你送去了，啊，不用这个网络传输、量子传输，不用了，啊，是这个好，这个说这个我跟上师提醒，他说好，就满大家的愿，啊，愿你们都去弥勒净土，啊，这是至少，咱们讨了两部法了。 逃了两步法了，所以大家要来接法啊，千万这个把这个时间腾挪开。有些人，这个很懊悔，就哎呀，这个传法的时候我出差了干什么啊、哦？那个时候就死也不出差，<laughs> 一定把法接了，接了再说，扣工资就扣工资，罚点钱就罚点钱。我反正我有急事我就不出差，你能怎么地我？ 啊，你这个求法，你要有这种心，不就是个死吗？死都不怕了，我还怕扣工资吗？那你不怕的，所以大家这个求法要有坚定的心，啊，这是。